我们到上海了，欢迎来到我们的上海之旅。我是马来西亚老鼠，今天将带领你们一起探索上海独特的历史还有现代风情。这是我和父母第一次来到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，我们迫不及待想要发现它的每一个角落。在这个系列中，我们将游览这名景点，品尝美食，体验文化活动，并分享我们的感受和经历。无论你是第一次来上海，还是想要重温旅游中的美好回忆，这个系列都将为你带来独特的体验和灵感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这段奇妙的旅程吧。上海，我们来啦。再跟老板加一碟肥肠炒饭，是这肥肠你看，哇，肥嫩肥嫩的，然后外皮都在发亮。肥肠味，我不打头啊，你的泡啊。哇。哇，几大粒啊！冷牛唔晒，几大粒啊！食鸡脚正咩？你睇下你手啊！哇，正啊！食鸡脚。哇，多啲咁埋喂！哇，听到咪得闲？听到关水哟。这里每天早餐都是一样的吗？下一站八浦桥。欢迎到 IG 看我们的 Reels。 收架啦啦诶，记得啊，呢只啊，哦，阵边度会有行嘅 ，OK， 开始转咗。诶，快啲开！啊，出嚟睇，出嚟睇。如果咁样冇咗我食白粥诶。好了呀 Kitty， 叫 Kitty 叫鱼仔了，鱼仔，哈哈哈哈，暖暖暖暖，哈哈哈哈，你怎么没准我吃白粥的？三三跑的这两种三三没有很瘦，很舒服啊，哇，很美呀、啊！但要出镜啊嘛。手机卫星定位信号弱，位置更新可能延迟。接通七号口通站。一三二三。
的镜子拖地。我们到上海啦！Welcome to Shanghai. 哇，莹姐吃蛋了。背面是东方明珠。张光远。嗯。好喝。这边有高吗？这个你是刘鹏的吗？那你站后面一点，让他们进来掰一个哈，谢谢啊。这是为了展而试验。之后爸爸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因为我们偷偷跟服务员说是我爸爸生日，其实我爸爸没有生日。死仔包，带你哋旅行，你同阿妈一起整蛊我，嬲死你哋！猴子，属你，属于你，神经病。Thank you.
盗墓笔记。导演，你公仔嚟嘅。车停在机场八天要多少钱呢？下集告诉你。